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ic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的 B189 迟到了一个多礼拜之后，终于发售了。那我们就马上把它拆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我们有贴纸、说明书一份，还有以下这些零件。然后我们的 L Gear 是给贝利亚用的，所以我们晚点再看它。首先来看我们上盘的部分，上盘正面的部分拥有着六条金属龙，四条在我们 Blade 的两侧，然后两条在我们核心中间，剩下的两条龙藏在我们的背面。而 KR 铁的部分则是拥有着十枚左回旋上下交错的逆刃，而根据官方的说法，在高速回旋的时候可以产生所谓的下旋气流，可以让你的陀螺更稳定的旋转，不过我觉得胡乱成分居多，大家听听就好。接着是我们轴心的部分 Metal Destroy， 跟我们的 Destroy Dash 是一模一样，只插在它的上盖换成了金属。接着来看到我们贝利亚强化零件的最后一块拼图 L Gear 的部分，只能以我们的高模式装备，但是装上去之后发现其实它的重量只比二铁多了大概一两克而已，有点可惜。那紧接着我们就马上进入对战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神枪的威力吧。不是吧？神枪竟然被爆裂，认真。又爆了，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颗罪恶神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战神可以连续爆他两次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帮我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那我是Dice，我们下支影片见 ，Peace out。